社会思想的人能要出吧？这东西是个方向问题，大家基本上是看不到的。就广仙里折射么？太阳折射，就是云彩折射的太阳光么？应该就是。啊，确实漂亮呀。好像应该是给讲了个莲花座一样的，这种啊像个莲花座。哦，莲花座。啊。哦，这个头显着比较像莲花座。啊，这还整过。这没事。这还整过，还整过是有缘分，整过是有缘分。王叔出来了吗？一个像莲花座一样。哇，这怎么好？这录制下来看，这白天这天天亮了看不出。看不出。嗯，这啥录制下来了？录制下来到屋里就能看出。啥？啥？这叫啥？大姐说起就是佛光。哎呀，确实好，确实好。这是这还整过的，这你看这经过的青质地好吧？多少年没见过这。见过菜园。经过的青质地整过是。就是云彩湖有水珠珠脸，然后太阳折射啥的。不是下雨，你太阳。地下的水太阳照就上了云彩了的，花它时间长。哎，花时间多了，半个小时。啊，咱俩真是闲。我外面往过来走着的，你看。哦，往这边飘着风，往外面吹着的嘛。从外面。能出来吧，小哥？应该可以，我想。真是很好看，这因为在外头太亮了。这不嘛，正看着的。看着呢，你看一看，你看一看县里怎么样。这是今天整个是过生日了。哎，能看出，绝对路还能看出。Thank you.